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出版针的绑针花样。这把花儿全是用上下针编织完成的，极简单的针法。它是六针一组花，片织就其六的倍数加三针，再加两针编针，也就是六的倍数加五针。花样是两行一个循环。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示范呢，我这里是起了17针两组花，也就是六乘以二加三，然后再加两针编针。来看正面行的指法，编针，六针的花样针是三下，然后三上，重复这个组合，三下，三上，直到最后结束，三下。边针，反面行很简单，是一行下针。花样是两行一个循环，都是上下针。你看，花样就完成了，很简单吧？我们再来示范一组哈，也就是第一行，三下，三上，重复这六针，三下，三上，然后最后结束，三下，边针。这是正面行的织法，反面行就这一行下针，两行一个循环。接下来你就重复往上编织就可以了。成品效果非常棒，极有弹性的一款花样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